超过十年以上没有打了。基隆市长队，我们的基隆市长林佑成市长。我太久没有打球了，所以这个要请我的队友多多加油啊，要请我们的对手多多包涵。Lady Go。篮下放球很稳，他很积极，就轻松打。跟市长他很认真。那些小朋友他是今年国中乙组的冠军哦，所以他们球技其实都非常的好，对，然后这个我只是拖累他们而已，如果是算积极的话可以100分啊，对，如果算球技的话只有60分，不过参与比较重要，对，也表示说市长对这个运动的一个支持。